当一架尾翼上印着梅花图案的波音777客机平稳地降落在桃园机场跑道上，机上载满300多位开心回国的旅客。当我们的飞机依照指示灯号停泊后，包含下客、清仓、加油、上下货、机务检查等等的过境作业便如火如荼地展开。所有的作业皆必须掌握时间，于短暂的一个小时内妥善完成。最后再次满载欢欣出国旅游的乘客翱翔天际之中。然而航机能够如此顺利的运行，其中最不可或缺的角色便是我们航线修护人员了。24小时全年无休的航机修护管制中心仍如平常一样的繁忙，及时掌握着我们的飞机飞行全球29个国家143个航点的动态讯息。技术组工程师随时透过 AirMan 航机监控系统全程监控着每架飞机起飞至落地的系统情况，当任何系统发生异常时，能及时透过系统了解航机异常的原因，并预先于航机落地前完成修护准备工作。修护管制中心的经理可说是运筹帷幄、手握兵权的前线将军。我们经历丰富的修护人员换上了帅气的工作服，自工具库领用耳机、对讲机，更不能忘记领用我们最新配备的 iPad。 透过最新的整合系统，能及时查询航机修护技术文件、工作单、油量资讯与航机动态等等相关讯息。于航机进 gate 停妥后，除了加油作业外，最重要的莫过于360度检查作业。专业的维修人员由航机的鼻轮开始围绕着航机检查起落架、轮胎、机身、发动机、机翼、尾翼等系统，确保航机的适航性。于驾驶舱中，透过航机内部的电脑系统检查所有的压力系统、电路皆正常运作，并检查维护记录本是否有需要执行缺改项目。接下来还得逐一检查客舱内座椅、灯光、厕所、冷气管路之情况，确保乘客于客舱内的舒适与安全。于所有航机过境作业皆完成后，飞机才能满载旅客再次翱翔于天际之中。我们是一群受过专业训练与考验的航机修护人员，我们就是你翱翔天际的翅膀。1、2、3 ，Camera。我也说了。好，随时全都可以来了。问题是我已经开始了。你可以重来一次，没关系。还是说他借二五拿给他，还是怎么样？他做水柱，发修不做。正在录影，我确定我这次按了。